的名字叫侯嘉欣，今年八岁，来自 TTDI 小小演说家。冰雪梦幻主题的室内儿童游乐场 Dreamworld Playland 坐落在 The Starling Damansara Up Town 第二层。Dreamworld Playland 大约6000平方尺，可以容纳120位小朋友。这是一个适合1至12岁小朋友的室内儿童游乐场。Dreamworld Playland 结合了教育和娱乐的节目，小朋友可以尝试玩越过隧道、爬楼梯、溜滑板等等游戏，帮助加强小朋友的手脚协调能力。这里的防护措施做得很完善，非常安全，父母亲可以陪伴小朋友一起玩乐，小朋友也可以在这里举办生日派对哟。预知详情请浏览 www.facebook.com/dreamerplayland， 赶快来到 Dreamer Playland 吧。感谢 Dreamer Playland 和冠军演讲学院给予这次的机会，谢谢。